You're a man without a backbone. I see you looking for a window.我是杭州下沙的社区民警，我叫冯淑婷，抓捕坏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姐姐别跑，我是潘潘。一说到抖音啊，估计大家都会想到一群很潮很时尚的年轻人。但就在不久前，抖音平台出现了一股清流，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。那就是杭州公安局官方抖音号平安杭州，自五月份入驻以来啊，已经发布99个作品，获赞1000万。那个在我的手上，已经被我的绑架。明天来我办公室，把那个钱翻到我心里疼。电信诈骗的套路多，每次看到也是醉了。只要让你们掏钱，一定别信他们的鬼话。还有很多大学生居然拒绝警察的帮助。我说你不要打款，你说我挡你财路，躲来躲去被人摆布，被骗了之后找我哭诉。有时真的生气也会帮你找到钱的去处。特别是一位警花小姐姐用 hiphop 展现出公安局那些事儿的一小段，里面说唱的这位警花名叫冯淑婷，妥妥的90后姑娘，不但人美，还是学霸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，辩论冠军，最佳辩手。冯淑婷本人也说啊，她想把工作日常以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，所以才想到了拍摄这段视频。对那首歌的记忆，画面总在眼前浮现，感谢你守护的这片蓝天。要我说呀，警察维护秩序还不都是让我们大家满意？可有的人真是让人生气，一点都不讲道理。报个假警满嘴垃圾，还来跟警察扯皮。但你让我很惊讶，分不清保安协警和警察，总想要舆论来绑架，结果认错了十分尴尬。把制服做得很像，为了时刻让坏人害怕。可我们的臂章独一无二，上面写着大大的警察。其实这段视频2017年就已经出现，当时在朋友圈也是疯狂的刷屏。谁想到一年后换了个平台，直接火爆网络，网友都在评论正能量厉害，为人民服务敬礼等等。潘潘在这里也希望像这样的具有正能量的作品能更多一些。好了，今天就是这样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加个关注哟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是我们大家的需要，警察不是英雄联盟，没有传送和闪现，很多事情发生太快，大招也有冷却时间，多亏闪电联盟是新时期的统一战线，布下天罗地网，瞬间到现场支援。胡搞事情的 freestyle 我不会给你们机会，闪电出水拿到 panda q， 让你尝尝团灭的滋味。紧密合作的联动结构，完美配合事半功倍，你们在我心中的崇高地位，让我学会勇敢无畏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，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，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。时间慢慢向前，一点点的改变，心中永远不变坚毅的脸。那些难忘画面总在眼前浮现，感谢你守护的这片。